上开哦，那个警察在处理嘞。严宽很或傅昆萁，任何人去做他们两个昨天做的事，都会被绕过。那他们做了什么事？好，傅昆萁他跑去龙井区公所要等，因为那个妈祖看起来他是要往龙井区公所的方向去。傅昆萁跟他老婆徐正惠两个人啊，带了一大堆人在龙井区公所拿着香要等他进来。那你知道对超跑来讲，他要走的嘛，你要有一群人挡在前面，我不绕你绕谁？我不能难道要踩过去吗？所以对他来讲，他本来就没有在那边停，所以他们一群人在某一个。对，你知道从妈祖的视野来看，傅昆萁像是绕了一群兄弟在堵他、欸、你明明知道，所有人都知道，你看到、哦、我是领跑者，我要保持急行军，我要在每一个路口决定这一大队19、18万人的下一个方向，结果前面有一群人在路口堵我，不知道的以为是来吵架的、欸，所以他当然要绕过去啊，妈祖有没有跟你吵架，他就绕过去了嘛。那第二个做这件事情的人是严宽很。他在龙井的羽球某个羽球馆私立的羽球馆，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？他还做牌匾，他还做一个大门门牌、哦，然后他绕的人更多，我在地、哦、我超级多人，对妈祖来讲就是哇塞，这个又是哪一招？先来一个在前面挡，先来一个在前面挡，啊后面又一个堵我的路，我不绕过你，绕过谁？好，白沙屯妈祖呢这个绕境哦，很多人呢都会去现场啊，想要弄丢卡，但要请教三 Q， 当然这一场这个宗教盛事嘛，那很多政治人物也会有去，那到底有没有获得妈祖的青睐呢？可能就不一定了。好，我们请教三 Q 啊，严宽恒呢20白沙屯妈被绕到了，傅昆萁夫妇也被直接闪过了、嗯，现在还被网友截图下来耶，怎么一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在这边跟全国的民众，因为大家不是每个人都参加过白沙屯妈祖的绕境，那白沙屯妈祖呢，它的绕境它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说它走得很快，然后它不知道会走到哪里去，所以大家是最享受的事情是那种不确定性，那种浪漫，那种跟山与海邂逅、去到不同的路口的那种心情。那于是呢，
但所有的民众都会希望粉红超跑在这个路径上能够一路畅通无阻，对，这是惯例，而且是一直以来的事情。曾经有一年，粉红妈祖在过河的时候啊，大家在讲说，他是要走这个桥还是要走那个桥的时候，粉红妈祖只是直接冲下河流，就所有人都冲进去，对，真的、啊，冲下去上来的时候，大家裤子都湿了、啊，但是很开心，大家也跟着下去就 对，这个就是与台湾土地的这个亲热，结合啦，对，有趣啦。但是当时这两个人昨天干了什么事情？坦白讲，我也不会因为他们是政治人或干嘛，我要先讲，任何人不只是严宽恒或傅昆萁，任何人去做他们两个昨天做的事，都会被绕过。那他们做了什么事？好。傅昆萁他跑去龙井区公所要等，因为那个妈祖看起来他是要往龙井区公所的方向去。傅昆萁跟他老婆徐正慧两个人呐 啊带了一大堆人在龙井区公所拿着香要等他进来。那你知道对超跑来讲，他要走的吗？你要有一群人挡在前面，我不绕你绕谁？我不能难道要踩过去吗？所以对他来讲，他本来就没有在那边停，所以他们一群人在某一个对，你知道从妈祖的视野来看。傅昆萁像是绕了一群兄弟在堵他、欸，你明明知道，所有人都知道。你看呢、喔，我是领跑者，我要保持急行军，我要在每一个路口决定这一大队19、18万人的下一个方向。结果前面有一群人在路口堵我，不知道的以为是来吵架的、欸，所以他当然要绕过去啊。妈祖又没有跟你吵架，他就绕过去了嘛。那第二个做这件事情的人是严宽恒。他在龙井的羽球某个羽球馆私立的羽球馆，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？他还做牌匾。他在做一个大门门牌、oh. 然后他绕的人更多，我在地、哦、我超级多人，对妈祖来讲就是哇塞、啊、这个又是哪一招，先来一个在前面挡，先来一个在前面挡、啊、后面又一个堵我的路，我不绕过你绕过谁、oh. 你都把路挡死了，我要怎么走？所以今天不是他们两个的问题而已、哦、而且你去跟他们两个讲说，你今天如果有媒体去读卖，他们一定说啊，妈祖本来就这样啊，我们的生意有搞得好啊，我跟你讲，他们一定会这样子讲、嗯，所以大家要先了解粉红超跑的习性。我不是刻意说什么看到蓝的就闪，看到绿的就停，没有，他就是他的，他在行进的路线上这样子啦，是他们两个在当拦路虎，不是我要绕过你啊！我后面有18万个人等着我往前走，哇，我停下来，你要他们干嘛？他们没有事情做，所以。那当然，粉红超跑驻驾的地点会是大家讨论的地方。哦，他今天驻驾到轮胎行啊，然后大家就会讨论他驻驾在医院，驻驾在农产公司啊，希望台湾的这个六畜兴旺啊，驻驾在鹿寮的成衣商圈，希望这个商圈可以有蓬勃的发展。啊，不像大甲妈都会驻驾在严清标服务处嘛，不会驻驾在国民党议员服务处嘛，所以他们就干脆变行动办公室出来拦嘛。啊，拦你拦我，我当然要跑啊！可是我想说，这种拦的方式不是就是弄丢卡，然后大家就一个个趴在地上就好了吗？就等着这个白沙屯妈祖拦轿过去就好了吗？不好意思，麻烦这些位高权重的委员大大啦，事实上哦，没有，他们也是有拿香有跪、哦，所以我说我不是说他们不好、哦，只是你的行为本身就跟粉红超跑的习性冲突、哦，所以被说是绕过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持平的说法。哦、那我必须要特别感谢白沙妈，虽然我现在没有当了，不过在那一段时间，他两次有来我们鹿寮商圈驻驾，然后也一直让鹿寮成衣商圈变成全国的焦点啊。我想那个鹿寮沙鹿的群众都非常感谢白沙妈。好、哦，但要请教一三哥哦，因为我是没有跟过啦，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，因为就是很多人说白沙屯妈祖是。不安排里出牌、嗯、很 surprise 嘛，你也不晓得他要去哪里给谁祈福嘛，但只不过那么刚好，因为我记得很久很久之前我播过新闻哦，就是他还特别去严清标他们家，那这一次为什么会冷归呢，就没有到严宽恒这边呢？有人说呢，是不是因为他之前呢驻驾镇南宫的时候已经看过严宽恒了，所以就没有必要再看第二次嘛。好，那个傅昆萁的部分呢，傅昆萁就说没有没有，我没有被闪过，我有顺利迎驾哦，啊，是粉红超跑太过随心所欲了，这个有时候政治人物哦，可能没有被这个迎接到，是不是有点尴尬呢？对，所以神机哈，人不要乱搞哈，所以那个严宽恒做了太多坏事情哈，问我们三句就知道。这里口没有，这里口没有，这满屋三句就知道了啦。你还要再拖一个人下水？对吧？还有你一定讲几堆的，所以傅昆萁嘛是做卖车。就得派台机了哈，因为神迹真的会显现。这一次包含刚刚讲18万人，实际数字叫179971，顺过来倒过来念都是1799，就1799嘛。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很喜欢白沙屯妈祖的很重要原因，它常常会显示神迹嘛。这次已经显示好几次的神迹，包含到了所谓的院里市场嘛，因为院里市场里面有火灾，他们要重建，所以他特别去工地哦。那工地主任还觉得说，怎么跑到我工地，还赶快开门给他进来呢？
嗯、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所谓人去决定的，而是神他觉得说我现在要冲到哪里，所有的扛教人其实都会进入一个神、所谓的、神的一个状态嘛，所以他们 冲哪里是没有人知道的，包含这次傅昆萁那叫做蓝教啦，那不是叫做银教，他就是中央干嘛他会过来嘛，我大人啊，所以你一定要过来，结果没有嘛，人家就直接去警察局休息嘛，而严清标、严宽恒他们本来就已经去镇南宫了，你在镇南宫等就好了嘛，他本来就会去镇南宫所谓的四妈会嘛，啊，所以你本来在那边等就好，你还故意去拉出一群人、哦、表示我不只是镇南宫，我现在还是立法委员，妈祖才不是传你是不是立法委员或总统的，我觉得真的，而且人生平等，而且他觉得该去的地方就应该去，譬如说他这一次特别去彰化的秀传医院停教了15分钟，只是为了看了一个小妹妹，这个小妹妹因为生病，所以她跟所谓的、非常信仰这个白沙屯妈祖，所以她为这个妹妹在祈福，因为她住院了。对，所以白沙屯妈祖为什么信仰者这么多的原因，是因为她虽然不按牌理出牌，但是她不分阶级、不分人种，各种人，她只要有需要她帮忙的，她都会去帮你所谓的祈福。